这次参加 DFC，虽然这次没有跟大家一起活动，可是收获很多，让我感觉以后会变得更主动，不会像之前那么被动。成果大致上很成功，不过我们还是改善不了某些人上厕所完就会水水的习惯。这次 DFC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没办法全组到齐一起做，然后我们也成功改善水桶下面的积水。我觉得这次的 DFC 活动真的很有趣，但是虽然我这次活动没有帮上很多忙，但是就也有经历，然后这次的 DFC，它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，让我知道什么叫做 Yes I can，只要肯努力，一定做得到。Yes I can。